我们是今天的主持人。我是22届公关兼活动李芳怡。我是22届活动兼服务阮新梅。新梅，新梅，刚刚演奏的曲子好熟悉哦，有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，但怎么一下快一下慢的啊？你到底懂不懂管乐啊？身为一个国立中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作家管乐社的公关兼活动，什么叫做一下快一下慢的？不然呢？它听起来真的好熟悉哦！快告诉我是什么曲子啊！天哪，这还需要我告诉你？这首曲子名叫《Centuria》，常会在各种庆典以及音乐比赛中出现。轻快激昂的旋律更是为这场音乐会揭开序幕。哇，这真的是个完美的开场耶！那下一首曲目是什么？好期待哦！下一首曲目是《世界上唯一的花》。啊，世界上的花，梅花、菊花、玫瑰花，世界上这么多花，怎么是唯一的呢？这你就不懂了。《世界上唯一的花》这首曲子意境有如《小王子》中的玫瑰。虽然小王子在地球上看到一片玫瑰花田，但在他心中那朵玫瑰花，是他在星球上用心栽培的。哦，我懂了。就像我们在高压笼罩的学校中，整天不断地追求分数，但当我们拿起乐器演奏时，徜徉在自己的音色中，这时我们成为了自己及彼此的唯一，成为了这世上唯一的花。我们不用成为第一，就已经是最特别的唯一。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首《世界上唯一的花》。
首曲子是由22届十朵花们一起演奏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让这群干部做点小小的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土木间活动的新美，然后我的乐器是长笛。大家好，我是董之星，然后我是社长兼学子，然后乐器是小号。大家好，我是某一届的社长，我姓黄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年级的肖旭涵。大家好，我是公关兼美宣罗宁。然后我的乐器是瓜牛法鼓号。大家好，我是副社兼学子陈明哲，我的乐器是萨克斯。大家好，我是火鸡一号张硕恩，然后我是乐管兼文书。大家好，我是甘蔗陈佩瑜，然后我的乐器是竖笛。我是大一点的 Otto， 我是公关兼活动林芳怡。不好意思，我也启动不变。大家好，我是魔界的指挥兼仆务长，毕姓长料。我的乐器是上帝银行，谢谢大家。我叫谢淑仪。大家好，我是某一届的乐管兼美宣女宣，然后我是打击。大家好，我是22届的总务杨慧巧，我的乐器是打击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年级的罗一君，我是打击。谢谢他们的自我介绍。接下来的曲子一样是由这10位干部们演奏的，曲目是摇滚卡农，不同乐器以不同音高陆续加入演奏。原曲卡农在编曲家的改编下，平稳的旋律被赋予了活力与速度感，中间加入摇滚变奏，不同乐器各自增艳，展现各自特色，最后再回到熟悉主题，缓慢结束全曲。
Thank you.